会有假的绿灯啊？我有混凝土哎、欸，假绿灯，哎 ，Q 出来哦，它长得跟绿灯颜色很像，不是混凝土啊，混凝土，Q 出来了，白痴哦。他自己 Q 出去了，他自己 Q 出去了。他在这里也太多了。你们那边怎么一堆啊？嗯，我们在突破地图。怎么了？你没叫我砍你？不要砍我！哎呦，这边有另外两个 H， 你可以砍谁？啊，看到我吗？他看到你了。等，你们那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我可以动啊！啊，你好危险啊！不要可以动啊！你以为你是红吗？我一直以为我是红灯，我不救你。假红灯。剩一分钟了，剩一分钟了，一分钟了，快跑！屏障哦，天哪！要！对不起。要不要？是什麼跑啊！要不要？你在这里。哦，你是好人，你看人家灵魂出窍呀，鸡。哦，我可以动了耶！这真是跑酷地图了吧？这是跑酷。它虽然很小，但是就一直绕，一直跑。哎，我帮你。哎。哎，为什么没有？哎，有，下去了。哈哈，有进来，可以，耶！米菲，我们一定会拯救你的。哦，米菲，你怎么了？他们两个，米菲，等一下，耶！你们怎么了？太多跑酷，好玩吗，米菲？对，你这一定要三个鬼，因为它虽然小，但是很绕，很多跑，对，要限时间的那个。嗯，那不然这个啊，这么小我就可以玩这个啊。我们以前玩的叫做自由灯嘛，这个也有重生红绿灯，自由，坏孩子们啊，可以无限的重生。但是你总死亡数超过指定的次数，游戏就会提前结束。哦，所以可以一直按吗？感觉比较像是死了会复活。对，那但是就是他们只要杀到指定的人数就可以结束了。对，还是会结束。嗯，红生红绿灯，那死了没关系，就对。有关系，有关系。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比方说我们九个人嘛，那我们总命可能是九条命，你死了你会复活，我们就变成八命。你死了九次，你死了九次，我们就直接没了，就直接输了，懂了吗？好，拿别人的命接官的意思。对，没有错。米菲的命才是命啊！哎，那不确定他的这个死亡数是不是十次就没了？我们就先试试看，十次哦。Try see 丢灾，好。那是做鬼吗？还是不知道？知道啊，换一个，没当过的，繁星一直当。还有谁？小雨这张有当过吗？啊，我比较少当，我想当。那小雨去当玩家。杰哥来当鬼，耶！哪里？右下角，右下角，这个吗？这个。哦，音乐，迪叔跟杰克哦。嗨！哇，迪叔大师呢？你好强哦！什么大师？你好骚哦！成功到达跑攻顶，快跑！好，快跑！跑起来！你打包不？没有，不是我。我看到了，他有屏障。我都乱打着。我没有。这好难跳哦。这里有屏障。不是我的。蛮多地方是有屏障的。死亡。十次哦。上面很嗨耶。这好看，没有，你看错了。所以其实这样子感觉对鬼更有利耶。你马上山羊在登山，一堆山羊。迪叔，你要找你的姐妹花吗？不要，我帮你救他，你就可以砍他了。你们登山大队不要了，这样子。哎，你推到我，
登山大队会复我哎、欸。你这样就可以。哦不，有鬼来了！登山大队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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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恶，不能跟波波玩，快跑啊，快跑！迪叔迪叔，波波动起来，波波动起来了，打他打他！你怎么无敌之剑？来吧！哦，这里有好两命的，怎么好两命？来来来，你躲，来这里，我照照来杀我！打那个啊，打彪彪啊，彪彪啊！这个杀我！怎么死这么快？怎么死这么快？到底是牺牲谁呢？你在那边吓我！快游，快游，快游啊！被打到下啊！直接死了！哎，复活，复活，对，会复活。我只是可以打包。完了完了，我们已经五次了，五次了。快！要可以！哎呀哎呀！红红红红红红红！人人爽快，我看到了。你干嘛？就在这里。哎，他在空中好抖、哦。想躲起来。哎、欸，我们已经死七次了，我觉得这对鬼反而更有利。对啊，鬼很开心。好女、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红。你红，你红，你红，给你红，给你红，给你红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完了，完了。我们红了，先红了。好扯哦。好抖，好抖。快跑，快跑！我怎么卡的？哎、欸，那个我们总死亡，这一条命的总死亡九次了。你别不要了，要输了，完了，被秒杀了。不行啊，这个模式太难了。用米菲的命来换，这模式反而就变得更难了。对啊，这好难的，这个很难。那这个啊，最后一个模式叫做累积红绿灯。他这边是写说，坏孩子是无限重生跟红灯，但是呢，每经过一定的秒数才会给绿灯。那游玩是这样子，你累积到指定的绿灯数就可以获胜。对，好吗？反正就是你要尽量不要去使用绿灯，你的绿灯越多，团队就会获胜了。啊、然后也是总死亡的，那总死亡两倍好了啦，二十命。哦，所以不能救太多人啊。可以救啊，越多人你复活的过关的时间会越久。哦、对，哦，累积累积。等一下救人怎么救啊？丢绿方块吗？绿灯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绿灯过分？对啊，没救过人。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救人？救死都没救过人才救过人，太扯了。我是丢出去吗？还是丢他？还是打他这样？丢出去 ，Q 在他旁边 Q。啊，没有，你既然都没有救过，你就别救了吧。我练习一下，那我练习一下。可是你会红灯啊？每二十秒会给一个绿灯。哦，对。那只要呢，我们九位哇，只要有九十个绿灯，就可以获胜。就用它预设的哦。好，还要算数哦。可能要十，这都不难吧？十个，还要算数。六十二十八，这不难吧？对，这样感觉差不多，那就再来咯。鬼。那我也当一下鬼，还没当过。有人想当鬼吗？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？为什么你可以这样？我也很久没当啦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跟团团，我团团飞，团团，那我们一定赢啊！走啦！哇，你怎么可以骗到？我已经成仙了。先了，开始没有预先给的、啊，二十秒后会给，所以应该我们释放就有一个绿灯。登山大队又来了，我要当、啊。最快的话，其实两百秒就会结束，因为你们就到达指定的绿灯了。哎，蚂蚁跑起来，蚂蚁你就跑外围，总会有一些小猫咪在外面，不晓得在干嘛。迷路了，小猫咪，小猫咪，哎呀，蚂蚁被他晃过了，好，蚂蚁追他，你追他，你一直追他，为什么要追？迷路了，有你保护我，我怎么保护你？我也是有红灯啊，哎呀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嗨，米菲，一次，有好心人要救救小雨啊。不要救我！不要救我！哇，你在空中哎、欸！完蛋！
个登山大哥比较厉害啊，他是救难队吧？空中的哦。他们啊，救救可怜。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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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跑嘛，在跑嘛。圣诞了，圣诞了，圣诞了，圣诞了。你刚刚没看到？在跑嘛。树上有一只躺在树上的小猫咪，快救它！猫咪耶。没事没事，猫咪可以自己跳起来的。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。没有啦，你没看到。杰克，我救你。好，你瞄一下，你瞄一下，瞄一下。哇，我们要砍20个人呢！我天啊！真的假的？哎，哇，20只猫。我要自杀啊！自杀自杀！靠靠靠！哎哎呦，红很快哦。我在半空中哎。很红很红哦！怎么会有一只鬼？哎，不要不要，我们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红很快哦，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你们红灯的状态下，还会再获得绿灯吗？不会不会不会哦，所以等哦，还是要救人，还是要人家？我来救你，完蛋了，我们这边好边缘啊！我好被救了一下，你去旁边看吧，那我们快跑！可恶啊，没有砍到两下，完蛋了啊！完。包围他，包围他，包围他！碎碎碎碎碎！哎哎，为什么你可以这样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阿纪瞄一下，喵喵！我在喝水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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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！喵一下！小蜜蜂装的猫咪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想这啊！可恶可恶！嘿，爸爸！好巧哦！怎么没有人救你？又是我啊，爸爸！爸爸，因为你刚刚是要救我吗？因为你刚刚我刚刚我刚在那跑，还不敢用红灯啊！我以为，还不敢用红灯啊，迪叔！谁？迪叔，怎么又是你？发发，你怎么你怎么又在这啊，迪叔？发发，哎，好难哦！哎，要凑好多，怎么上去啊？要凑好多那个，怎么上去哦？这样子上啊，这样上啊！几个人啊？累积完了，我累积八个而已。怎么上去？我也就9个，我累积7个。有你们累积79，其实快了。哦哦哦哦哦！哎，那里是屏障啊！这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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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东西没东西。哎，你好，我们砍了11个人，哇，所以还有好多。快跑快跑！有没有人要收养小雨猫猫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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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跑走了我跑走了。喵喵喵喵！砍砍！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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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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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不要跑！哇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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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我们已经砍很多，干嘛了？你声音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笑到你的麦克风都坏了？你确认一下。我的麦克风坏掉了，坏了吧？麦克风笑坏，你的麦克风笑爆了，你的面部歪了。你麦克风坏了啦！爆开了，爆开！所以看来这个数量绿灯数应该要再多一点。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杀超多了，我们只有杀几个啊？你不能砍多少人？10个了吧？有超过10个。而且我一直在照顾这些要被收养的猫咪。你好了没啦？救不停，救不停的。哎，至少你不是擦玻璃的。对啊，这次没有擦。有新的，有新的。新的，新的，新的。太热，好受不了。好热，我流汗了。正常，正常。恢复了，恢复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你看我捡到了。那12倍，看看再多40秒。刚刚那再多40秒，感觉也差不多。要再多40秒躲。嗯，你要再笑40秒。对，你再笑40秒。有人想当鬼吗？没有，就随机啊。好，你，那你恭喜我啦！哎呦，自由组，哇哦，自由组要来了吗？蚂蚁要换吗？没关系，蚂蚁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你要想救猫咪了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抢救猫咪。快跑！累积绿灯，累积绿灯。怎么有人在偷打了？
谁？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彪彪吧，我刚刚看他一直在那边乱挥拳。快！